Ordinary journal Jansan, Bama, Gizzard, Dombo, I am so strong, Johnny, Bama, Johnny, Jesus. Put them, Gandro, Mambo, Gora, Gigi, Jesus, Daughter, Jason, Jill, of Jesus, Gora, Bama, Sardo, Ordinary journal Jansan, Bama, Gizzard, Dombo, I am so strong, Johnny, Bama, Johnny, Jesus, Don, Gordon, Gandro, Mambo, Gora, Gigi, Jesus, Daughter. Shinji Labjara Shasa Sangara Bama Sada Ho Ordinary Yajya Nabshan San Bama Kesara Dongbo Choko Ngudroni Bama Njone Jisa Chang Gordam Gantro Mambo Kuro Jiji Jisa Dabdra Jib Shinji Labjara Shasa Gara Bama Sada Ho Omahum Banzaran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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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a Sada Ho Kela Da Jang Sura Da Bindu Da So Gandha Nipi Sab Cho Sa Na Dang Wan Bon Dab Cho Shiva Chudang Dra Jin Beram Za Da Sura Chum Dan Dim Kwan Bon Jang Hora Yang La Shang Za Lo Kanga Lo Chu Dim Ni Dim Tra Nam Da Ra Sar Vi Chin Ye Dong Gan Chim Shang Su She Ni Ji Da Kara La Wan Yanda Dibbe Tsura Maru Manda Dungura Jigzar Rozo Ganla Vajju Dabze Yala Dibjya Yanda Dridra Jidro Nyamo Nyalong Lijje Chato Chomza Maru Manser Dungura Nyaka Chamye Chomza Raja Dundi Dangza Sabjin Daso Yonda Lijzo Yate Tau Chibchang Chibchang Chani Gyanchib Lalu Manzir Chagura Yang Lan Dutu Umara Baca Narda Umara Baca Narda Umara Baca Narda Umara Baca Umara Baca Na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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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dana Jijin Jiro Ozira Ki Dalu Dhamma Mamba Rapsan Kwadang Dhamju Zhonglu Dhoba Lodru Bubi Nawa Keta Soro Nyangji Chimbo Tsudana Nyime Zhang Zongne Molong Chimbo Ngabjad Pakara Dharam Zandu Shirma Do Dhamba Tiji Jala Shangzar Lo 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我们这几天每一天上课之前都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应该是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听课的时候我们要发心我们为什么这个听课，为什么要学佛然后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最终极的目标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我们要成佛因为我们成了佛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否则的话这个利益众生所谓的利益众生还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课学习修心打坐这样子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那么今天的课呢就是讲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实修的方法。菩提心的实修的方法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种有广的有略的也就是说有简单的也有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些都有。还有
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的修法呢，也有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慈悲心的修法，比如说这个修慈悲心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喜欢稍微修比较广一点的，那么慈悲喜施啊，四个都有不同的修法，每一个都有它的思维的方法啊，观想的方法都有的啊。如果修稍微广一点，那就是修慈悲喜施，四个都要去修。如果修稍微比较简单一点，那就不修慈悲喜施，就修这个慈和悲啊，这两个当中呢，基本上都包含了其他的内容。如果还要略一点啊，喜欢很简单的修法，那么这样子的话，慈悲喜施当中啊，其他都不修，只修一个啊，一个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佛经啊也讲过了，佛经里面也讲过，像啊成佛的人不学很多的法，只学一个法啊，一个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啊，就是大悲心。那么这个大悲心的修法和菩提心的修法是分开的啊，分开修，先修大悲心，然后再去修这个慈悲心啊，或者是我们先修慈悲喜施啊，这四个有不同的修法啊，修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再把它啊这个慈悲喜施啊上升到菩提心的这个程度啊，这样子去修。那么这一生当中呢，我们不成佛没有关系的啊。然后虽然是这个密法里面呢讲即生成佛啊，但是呢，这个真正能够即生成佛的，就是不是很多，就像弥勒日巴大师等等啊，少数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可以即生成佛，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即生成佛。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能不能证悟啊菩萨的第一谛啊？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这个如果能够证悟菩萨的第一谛，那这个境界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啊。如果不证悟第一谛也没关系，但是只有两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完成不能不做，不能没有啊。如果没有了，如果没有做到，如果不成功，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学佛啊，等于基本上等于就是白学，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那么两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菩提心啊，出离心呢，我们就是这个作为菩提心的基础，不需要单独的说，单独的讲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菩提心。菩提心呢，有两种菩提心，一个叫做圣意菩提心，一个叫做世俗的菩提心啊，世俗的菩提心。那么世俗的菩提心就是我们要去修，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就是世俗的菩提心。世俗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要大家要争取啊，争取。我们刚才讲过，不成佛没关系的啊。没有获得菩萨的第一谛啊，没有证得第一谛也没有关系的啊。如果没有证悟阿罗汉，没有证得阿罗汉也没有关系，这些都没有关系啊。就是两个事情是不能不做了啊，这个是我们的最起码的要求。学佛啊，我们学佛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学大乘佛教的人来说啊，这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两个啊。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世俗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必须要完成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啊，在无家心里面啊，无家心里面呢，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呢，还要完成啊，念这个十万遍
啊，这个反菩提心的衣柜，但是这个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啊。数量我们是要完成，我们是要完成，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要这个发菩提心啊，从我们的内心当中要发出菩提心啊，不是要念十万遍啊，数量这个十万遍的数量。佛经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我们要去完成。但是呢，如果啊，我们完成了20万、50万啊这么多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仪轨，但是如果菩提心还没有，那么我们还是不叫啊，还是不叫这个菩萨。还有比如说啊，汉传佛教收戒的时候啊，就是收。善叹达解啊，善叹达解里面就有这个菩萨戒，那这个菩萨戒呢，是必须要有菩提心的基础啊，才能够获得菩萨戒。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基础啊，我们收菩萨戒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得到啊菩萨戒，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出离心啊，如果没有这个出离心，我们去受比丘戒啊，受比丘尼戒，受沙弥戒，受居士戒啊，那么这些戒律啊，属不属于佛教的戒定慧当中的戒呢？根本就不属于佛教的戒律啊，为什么？如果把这种戒律，比如说我们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啊，这样子的，我们的这样子的决心啊，怎么样把它变成佛教的这个戒律呢？啊，第一个就是要有皈依啊，第二个啊，最关键的啊，戒定慧，佛教的戒定慧当中的戒是禅定的基础，智慧的基础。是让我们能够获得解脱的一个这样子的解啊，不是一般的解。那这个解怎么能够变成啊不杀不盗这样子的解？外道也有的，外道也有啊。那么这个解怎么样变成佛教的戒律？怎么样变成这个在家真正的标准的我们的这个出家戒和在家戒呢？啊，那必须要有出离心的基础啊。这个是这个一切有部啊，一切有部的这个戒律啊，律宗里面呢啊讲得特别的清楚的。如果不管是比丘戒，在这个比丘尼戒，如果他没有出离心的基础，那就根本就不是佛教的出家的戒律啊，这样子得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出家戒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去受菩萨戒，那根本就得不到菩萨戒啊，得不到菩萨戒。但是善叹大戒，如果没有菩提心去收，有没有意义呢？还是有一点意义啊，是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时候，他虽然这个戒不是这个菩萨戒，但是呢，就播下了一个菩萨戒的种子啊，播下了一个种子而已，还不是还没有这个菩萨戒，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意义的啊。但是这个有意义是有啊，有功德的意思，但是它的本质是不是菩萨戒呢？不是菩萨戒啊，菩萨戒必须要有菩提心的基础，所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修菩提心呢，去受菩萨戒根本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想受菩萨戒，那么先啊，不要着急去修菩萨戒，先去修菩提心。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去受菩萨戒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获得非常标准的这个啊，非常标准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个菩萨戒，这样子的。所以，这叫做道次第啊，这叫做道次第，佛教修道的次第啊。
我们不懂倒次第，怎么去做先左的后左，后左的先去做，这样子啊，那就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学佛修心啊，都变成了一个心识啊，心识没有内在的东西，这是一个心识化，所以。所以这个修道的次第是相当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先修出离心，再去修啊出家戒或者是居士戒，然后进一步的去修菩提心啊，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啊这个自己有菩提心的时候呢，再去修菩萨戒，然后在这两个的基础上啊，然后再去。受这个密乘戒啊，那么密乘戒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其实我们灌顶灌这么多，每个人都灌这么多顶啊，灌顶其实就是受密乘戒啊，就是受密乘戒。如果我们灌了顶啊，然后不懂得去护持啊，这个持密乘戒，那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危险的啊。所以这个灌顶呢。不能随便管，如果管了，那必须要去学密乘戒啊，不要犯密乘戒，这个罪过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这样子这个去守密乘戒之前，要去学这个密乘的戒律。如果觉得可以，自己能做得到，那就去守。管丁啊，然后管丁啊，我们前几天也提到过，比如说我们今天管丁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对管丁守管丁的理解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啊，就只要人在现场啊，大家都觉得我管了丁了啊，得到了这个管丁，但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灌顶如果能够要获得这个灌顶的话，那就是需要很多的条件啊，很多条件。那这些条件呢，一部分是这个灌顶的上师他要具备这些条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受灌顶的人呢，我们自己也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两方面的这个条件呢。都具备了，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灌顶啊。所以以后啊，我们灌顶的话啊，我就建议大家先啊学一下怎么样灌顶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怎么学呢？就慧灯之光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文章就叫做如何接受灌顶啊。至少把这个要读完啊，这个至少这个学完，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基本上知道啊，怎么样去这个灌顶啊，怎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灌顶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得不到灌顶啊，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学一下啊，除非是不想不。不打算灌顶啊，否则必须要去学。学了以后呢，然后懂了啊，怎么样去受灌顶，知道了，然后我们也有出离心，也有菩提心，都有了，然后也有啊，也知道怎么样去灌顶，也了解啊。这个时候去灌顶，那就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很标准的灌顶，很标准的灌顶。这时候呢，我们真正的有了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三戒圆满啊，这叫做三戒圆满啊，这样子，所以这一切都离不开菩提心啊，都离不开菩提心。所以，我们大家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设定一个目标，目标就是两个目标啊。第一个，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无论如何都要。发起菩提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啊。最好还是要给自己啊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一个比如说设定一个时间的限度，2年、3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我一定要发起菩提心，明白吧？过去我们的学佛都是这样子，比如说2年之内啊，我要念多少多少。
啊，我要念多少多少佛经，要念多少多少的这个啊佛的名号或者是心咒，我要修多少多少的这个仪规啊，都是这样子啊，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啊，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不对呀，这个很好的，但是呢，他们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要发菩提心去证悟，所以我们最好啊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话，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个修心上啊，稍微也有一点点压力啊，稍微有一点压力是对的啊，不能压力不能太大了。本来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然后工作的压力太多，修心也变成了压力。那么本来是修心就是缓解压力这样子的，但是修心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压力，那就。就很多人就修没办法修了，但是呢，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压力，就定一个时间啊，比如说2年之内、3年之内，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2020啊，或者是2018啊，这个之前我一定要啊修这个修除菩提心啊，这样子的啊，就是给自己。就定一个时间啊，然后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啊，这是一个目标，啊，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证悟啊，证悟空心，证悟空心，证悟空心有很多的层次啊，彻底的证悟就是佛啊，包括八地菩萨、十地菩萨都有还没有证悟的一部分，真正的彻彻底底的证悟就是佛，但是我们现在啊不需要要求，不需要这么高啊。然后起慈啊，就是菩萨的第一谛啊，这个像已经相当相当高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目标，也就是对我们来说啊，就也有一点高啊，有点过高。啊，这个我们应该把它作为第二次的这个目标。第一次设定这么高的目标，这个可能是有点太高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再下来的啊这个证悟。那这个证悟叫什么呢？叫做初步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初步的证悟呢，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禅宗里面讲的啊，过去的这些禅师啊，非常非常多的禅师都证悟了啊。那么他们的证悟，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有可能成佛呀，有可能菩萨的一谛呀，都有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禅师通过禅宗啊证悟的这些这个境界，大部分都叫做初步的啊，初步的开悟。然后宁玛派的，比如说大圆满呐，还有藏传佛教的大寿印呐、十轮金刚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些法里面呢，也在讲证悟空性啊。他们的目标都是证悟空性啊，告诉大家，这个比如说密法啊，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证悟空性。如果密法的这个，它一旦达不到这个证悟空行的这种境界的话，那么它的很多的七脉明点的修法啊，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只能把人的心平静下来而已啊。它如果没有证悟的话，就它的意义不是很大。所以密法的这个，比如说修七脉明点，还有很多的观相。这所有的都围绕在这个证悟空心啊，就是明心见性啊，就在围绕在这个周围。所有的目标就是这个。如果没有证悟空心，那就是它的真正的意义啊失去了。所以啊，密法的这个目标，它的目标也是证悟空心，也是。那么大部分的，比如说证悟大圆满呢？啊，证悟大寿印，噶举牌的大寿印，或者是证悟十轮金刚，
大部分的啊，就极个别的可能有很高的境界了，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证悟都叫做初步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都叫做初步的证悟。那么这个初步的证悟的时候呢，对我们的烦恼就不是很大的这个改变啊，不会有太大的，所以要去修。证悟了以后要修，如果证悟了不修这样子的话，那它不但是不能消灭我们的烦恼，而且这个证悟空心的这种境界，它自己都会慢慢的会消失会消失掉。所以不可考的初步的证悟是证悟，但是呢，因为它不稳固啊。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基础的这些，这个最基础的这些，比如说出离心、菩提心，还有忏悔啊、积累资粮啊，必须要有他们的帮助啊，有他们的帮助才能够证悟了以后就不会再消失，能够稳得住啊，然后就不断是不消除啊，不消失，而且他能够逐渐的可以成长这个智慧可以成长增长，这样子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设定两个目标。我们的学佛是要需要有目标的，需要有目标的就像一个就像一个这个车子，公交车它有终点站但是它还没有到终点站之前。也中间还有很多站每一个站都是它的一个暂时的目标，但是它的最终极的目标呢，就是只有一个同样的，我们学佛，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就是成佛，但是还没有成佛之前，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临时的这个目标，有很多这样子的暂时的目标。当我们完成了第一个目标的时候，然后我们很兴奋的很兴奋的对修心很感兴趣的然后当我们第二个目标完成的时候呢，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信心，然后就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就很有自信对修心相当的感兴趣。否则的话我们学佛虽然是成佛是最终极的目标，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佛。目前我们的学佛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任何的进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学佛就慢慢的就对学佛失去信心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所以什么时候成佛，也就是很难说。这个什么时候成佛？比如说宪宗里面讲的特别特别的可怕，非常的恐怖的怎么讲呢？比如说一个人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最快的速度就是需要三个无数的大劫，无数无数是什么概念呢？五十九个零五十九个零。前面加一个乙60位数了60位数这个就叫做一个无数。其实不是无数的意思呢，不是没有办法数，还是可以数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数字很庞大，所以就叫做无数无数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很庞大的这个数字。然后呢，无数的大劫就更可怕了大劫是什么呢？一个大劫劫其实劫这个不是这个中文它是一个外来的词早起的时候呢，在汉传佛教的这些书本里面呢，它翻译成这个劫波。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念劫也许以前是不念劫的意思梵文里面叫做 galbo galbo 是一个大劫等于是80个这个小劫那么这个宇宙诞生
然后呢，存在、毁灭，最后就是变成了虚空啊。这四个叫做佛教里面叫做称住坏空啊，整个称住坏空的时间加起来啊，才叫做一个劫一个劫啊。那么我们的地球现在啊，就到现在都已经有了40多亿年的啊这么长的时间，往后还有更多的啊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成长到毁灭都有这么长的时间呢，还有这个前面呢，它的毁灭了以后的这些时间都没有算啊，所以那么这么这个一个大节是一个这么庞大的数字，然后呢50个数字又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3个50个大节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之后才能够成佛，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考验呢，这是。仙宗里面讲的是最快的速度也是这样子啊，最快也这样子才能够成佛啊。这样子我们佛经的理解啊，佛经的理解，如果它的字面上的理解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实际上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讲3个50个大戒呢？啊，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贪要消灭。嗔要消灭，痴要消灭，这一个啊，一个毒啊，贪嗔痴三毒消灭，就叫做3个50个大戒啊。3个50大，其实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啊。从显宗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一个人成佛是根本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考验啊。考试为什么有这么考验呢？我们一开始一发菩提心的时候啊，如果慈悲心啊不强，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比如说我要度一切众生，我要成佛，什么时候成佛呢？这是需要3个50个大劫才能够成佛，修心要修到这么长的时间啊。然后呢，如果没有一个很强大的慈悲心的话，那就很多人就觉得，那就算了，这个太时间太长了，没办法，我还是修阿罗汉，我还是自己成为阿罗汉好了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有强大的慈悲心的话，那么他就能够下决心啊，不管要多长时间，我一定要成佛，我就是要去度众生啊，不管要花多长时间啊，我都愿意啊，他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慈悲心，为了考验我们啊。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呢，有这样子解释啊，还有大摩诸师的这个论点里面，正好就有这个解释了。大摩诸师的论点啊，大摩诸师的论点，我想很多学汉传佛教的人也不是普遍的去看的，这个一定要看的，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论，虽然是字不多，但是呢，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那这大摩诸师就讲啊，其实不需要3个50个大戒，其实那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为了考验。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贪嗔痴解决了，就成佛了啊。那贪嗔痴什么时候解决呢？有可能有些人就很快的啊，有可能有些人就稍微比较晚，就这样子啊。那么贪嗔痴用什么东西来去这个消灭？真悟空心啊，唯一的就是真悟空心。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啊，都有这个机会啊，我们都有这个机会啊，都有这个机会。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去珍惜的话，那就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所以，希望大家给自己啊设定一个学佛的目标，我们啊。在死之前啊，我必须要证悟，我必须要发起菩提心啊！我走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别墅带不走，我的这个高级轿车也带不走啊。然后呢，几百万、几十万的名牌的包包也没办法带走啊。然后呢，表也没有办法带走。但是呢，我就带2个东西回去。啊，2个东西，只要我能够带2个东西，我就满足了。其他的东西呢，我还没有走之前我可以用，走的时候呢，啊，我也不想带，也想带也带不了啊。
那么两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就是菩提心啊，我要把菩提心带回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然后我要把这个这个真悟空性的智慧带回去，其实就是两个字，智悲啊，智慧和悲心，我把这两个东西带回去啊。那么其他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呢，带也带不走，带不走也没关系啊，我就带这两个，我就满足了啊，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目标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舍离端起的目标啊。学佛的人呢，修行的人必须要舍离、设定端起的目标啊。如果没有这些端起的目标，只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成佛，那么什么时候成佛，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仙宗的佛经，这个藏传、汉传都是一样的，一个版一个佛，这个一样的意思。所有仙宗都这么讲，不管是藏传的仙宗、汉传仙宗都这样，都这么讲。如果这个显宗里面讲的这样子，那这个终极的目标什么时候，这个很难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设定暂时的这个目标，暂时的目标，第一个完成，第二个完成，我们很有自信啊，对修行很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样子去修，修的话，我们一定会有这个进步。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这个上等的修行人，每天都有收获的每一天都有收获。中等的修行人，他每一个月都有收获。他每一天的收获谈不上，但是呢，他每一个月都有收获的这个月比上一个月好下个月比这个月好，他每一个月都有收获再下等、再下等，最差的修行人，他也就每一年都有收获。今年一定比去年好他有收获，这一点是完全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根本不去修就是天天都是烧香拜佛、求佛保佑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懂得修慈悲心、修真悟空，那这样子呢，我们10年也没有收获不但是没有每天没有收获，每个月没有，每年没有，10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收获。10年之前跟之后。对比一下，比较一下，就没有什么收获，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设定暂时的目标，往这个目标奋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首先设定一个目标是应该是菩提心，然后这个达到了以后呢，这个目标达到以后，第二个目标应该是这个真悟空心要求不高，就是初步的真悟。初步的证悟要求不高，但是初步的证悟如果证悟了那么我们稍微的投入去修的话让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些很多的焦虑、忧郁等等的这些烦恼是很容易解决的，非常容易解决。比如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非常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打击，精神上的打击这个折磨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个修心那么很容易解决了很容易解决，也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解决掉所以然后再去修再去修了以后呢，那就我们的比较严重的这些烦恼也就能够解决这样子我们走的时候真的是有把握，虽然还没有这个成佛，但是离成佛不远不远。比如说比如说佛经里面尤其是密法里面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人去钓鱼钓鱼，那么水里面的鱼，它把这个鱼钩吞下去的时候，正好在这个时候呢，鱼它还没有离开水，它还没有离开水它还没有被这个拉上去，但是呢，它跟
跟这个离开睡眠是和这个现在他虽然还没有离开睡眠啊，离开水，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等于就是已经离开水。为什么呢？他可能是几秒钟之后就要离开水啊。同样的密法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啊这个证悟的人，凡是证悟的人啊，有这个初步的这个证悟的人呢啊，他目前他虽然还没有离开啊这个轮回，还没有离开轮回，他人还在轮回当中，但是呢他等于是离开了轮回了啊，等于是离开轮回，因为他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不会停留很长时间啊，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他不会流转很长时间，很快就会啊解脱的啊，很快就会解脱。所以我们只要有达到了这两个目标，那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有意义了，这个就叫做人生有意义啊，这就是下满人生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啊。所以大家嘛要努力。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要为什么要修菩提心的这个理由啊，就是第一个啊。啊，接下来我们啊讲这个它的具体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啊，具体的修法。那么具体的修行的方法，比如说首先我们打坐啊，这个毗卢七法身体的姿势，这个昨天我们讲过了，跟一样的。然后呢排除五起啊，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在观想释迦牟尼佛和自己的根本上师祈祷佛，最后就是花光融入自心，安住在这个啊空心当中，如果证悟的话空心当中啊，那这些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些都做完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具体的修法啊，他的具体的修法由藏传佛教里面就有不同的传承的修法，像阿底峡尊者啊传下来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还有就像这个汝菩萨心轮、入心轮、祭天菩萨他传承下来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有两个啊这个传承啊，两个传承的这个修法呢啊，由于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但是呢啊。基本上啊，最终当然是一样了，但是呢方法有一点不一样啊。然后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导次第广论里面呢，主要是介绍这个阿底峡尊者传下来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一个非常非常很完整很完整，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思维的方式，思维的模式，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的清楚，一个这样子的修法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啊，另外一个就是汝菩萨心轮啊，他的这个方法啊。那么藏传佛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传承啊。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这个祭天菩萨啊，祭天菩萨的汝心轮里面的一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啊，一个比较简单的修法啊。所谓的简单呢，就是说思维的时候是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我们不需要去思考太多的复杂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初学者啊，这个比较适合。然后呢，有些时候啊，我们可以去修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啊，这个修法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么不管是修阿底峡尊者的，或者是这个祭天菩萨的传承啊，都一样，它的基础还是要这个从慈悲喜舍开始啊，从慈悲喜舍开始。它的真正的这个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啊是什么呢？他让我们不管是这两个传承都是一样啊，他让我们去爱所有的众生啊，我们喜欢所有的众生啊，
没有种族，没有国家，没有民族，这所有的这些界限啊，所有的界限都打破啊，打破了以后呢，它不断不仅仅是人类，包括动物在内啊，凡是生命啊，不应该说是凡是人类，凡是生命都是我们的修菩提心的这个对象啊。修菩提心的对象，这个修菩提心的对象，这个并不是说啊，只是我们佛教徒啊，对佛教徒修啊，或者是对人类修啊，或者是对某一个群体来修啊，这样子的话，这个菩提心就是不完整啊，这不叫菩提心。菩提心在这个我们大乘佛教里面呢，非常的重视。当年阿底峡尊者他一个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这个成就值他就是在这个岳阳当时候就没有现在我们这样子的飞机轮船就在海上漂了12个月12个月，去这个有一个上师叫做达尔玛格的那么金州大师就在他医治他，学什么呢？就是学菩提心学了12年学了十二年，学了12年以后呢，他回到印度，最后从印度再到了这个西藏，然后他传下来了这个他的这种诀窍这是另外一个诀窍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我们刚才讲的比较简单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的最核心，先让我们去爱所有的众生，如果我们能够不分这个生命的级别，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什么都不分，这所有的界限打破了以后，再能够去爱众生的话，那么慈悲心一下子就一下子就会产生的非常容易的，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爱所有的众生呢？首先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感恩这两个字，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大家都在倡导这个感恩这两个字。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里面的一些人，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过的这样子的一个陌生人，我要感恩，干什么恩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佛教里面就以这种前世后世生命轮回的这种理念上去寻找一些理由，让我们去爱所有的众生这个是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方法那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么复杂的，讲一个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那这个修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打坐修心在关起门来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封闭式的训练。这个封闭式的训练呢，不一定我们到山里面去，比如说3年、9年这样子的时间，就是说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每一天都有1个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不长，但是呢，这个短短的时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封闭式的训练，封闭式的闭关就是一个闭关的心式去修每天这样子去修。首先，我们在这个闭关当中去修，在这个闭关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这个收获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然后在工作当中去修。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打坐不闭关就到这个直接到这个生活和这个工作当中去修那是没有办法修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当中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比如说去修菩提心我们对人好，人家不一定对我们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本来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
很脆弱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接受不了，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推迟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佛教不建议直接到生活和这个工作当中修啊。首先我们闭关打坐修啊，训练啊，然后当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有一定的这个成熟能力的时候，然后就到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去修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遇一些，比如说不应该的待遇、不公平的，比如说我们对他好，但是呢，别人啊不是这种态度来对我们等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那因为他的这个菩提心呢是比较稳固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啊。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它不一定是真实的，这有可能是佛度化众生的一种方法啊。佛经里面怎么讲？比如说舍利子啊，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目犍连和舍利子啊。那么舍利子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学大乘佛教啊，发菩提心的。那发菩提心，他就是向这个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先我们六波罗蜜啊，六毒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给予布施啊，布施。那么他学布施啊，学布施，学布施的时候呢，这个佛经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一般的人，我们身外的东西都可以布施啊，但是自己的身体啊、器官啊，这样子人活着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布施的，不能布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空心这个时候人还有痛苦的这种感受啊。只要遇到了这样子的很剧烈的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很有可能产生后悔啊，后悔。所以佛告诉我们，没有证悟义谛之前啊，只允许布施身外的东西，不允许布施身体器官啊，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呢，目犍这个舍利子他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就是摇他的这个右手的手臂啊，那么因为他在修菩萨道，然后呢，他左手用刀拿刀把自己的右臂砍下来啊，砍下来了以后呢，那他现在只有左手了啊，他用左手把右手拿上来啊，就递给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一下子就生气了啊，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他说："你左手给我东西啊，这就是不礼貌啊！啊，这就是不就是礼不礼貌吗？不侮辱我吗？啊！"那么舍利子就想啊，那我的右手啊，就是为了你就被砍掉了啊。那么我现在本来就只有两个手啊，那我不用左手，用什么手啊？啊，这下他就是觉得彻底的，他觉得没有办法度众生了啊。只是没有办法满足众生，我还是去修小乘佛教啊，我自己作为一个阿罗汉就可以了，成佛度众生是没有希望啊。然后他就推迟了，这是一个故事啊，如心论里面都有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真实的故事。为什么呢？目犍连舍利子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他不会推迟心行的啊。所以呢，这就是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啊，没有这样子的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没有真悟的时候呢，不要在生活当中去做这些事情，做不了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关起门来悄悄的修菩提心啊，悄悄的修，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修菩提心的这样子的话，那别人说，那你是既然是修菩提心，那么你这个名牌的包能不能给我呀？哎呀，这个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啊。
啊，这时候呢，人家就说：“那你学菩提，不是发菩提心吗？不是行菩萨道吗？那么行菩萨道不是学六度吗？六度的第一个不就是这个布施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把你的宝给我呢？”啊，这样子我们就，很尴尬的啊。所以啊，这个有啊，佛经里面就是有这个，佛经里面就讲，我们刚刚训练菩提心的时候，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修菩提心的。为什么呢？也许有些人故意来考验你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做不到，这是肯定的，做不到的。所以，因为做不到啊，光是仅仅是做不到没问题的，但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有可能推转了。所以啊，开始修菩提心的时候，就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修菩提心的，是自己悄悄的修啊。当我们的菩提心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告诉一两个人我是修菩提心的啊。这个是佛经大乘佛教对我们的要求啊。大乘佛经里面讲，凡是发菩提心的人啊，就像一个能够治成千上万的病的疾病的一个药苗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药苗。但是呢，他现在刚刚出生，他现在还是药苗，他没有成长啊。这个时候呢，想一切办法保护他啊，保护他啊，因为这个药苗，它如果能够成长，那就可以治很多病啊。那它当它是一个药苗的时候啊，破坏掉了，那就是很可惜的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说我到生活当中去修什么菩提心，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就在座上修菩提心啊。那么怎么样修呢？啊，首先我们修啊这个大悲心啊，大悲心。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通过修大悲心来修菩提心，就这个方法啊。慈悲喜舍四个修法我们不讲，如果大家想学，那么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些像大圆满的这个潜心、普贤、上师、言教等等，慧灯之光里面呢，也详细的介绍了这四个慈悲喜舍的每一个的具体的这个方法啊。那么我们就今天就讲这个悲心、大悲心的修法。那大悲心，我们首先啊，我们想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大悲心，什么叫做悲心呢？慈悲这两个字，我们每个人都听了无数次了啊。那么，到底这两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两个字的内容相互之间呢，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慈是什么啊？我们发自内心的啊，从我们的骨子里想啊，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拥有幸福快乐啊，这种心叫做慈啊，这叫做慈，还不叫悲啊，这就是慈。然后悲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啊众生的痛苦，或者是我们自己去观想啊，这个想到这个地狱的这个痛苦啊，或者是这个轮回的痛苦，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啊就发自内心的啊，就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远离所有的痛苦啊，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远离啊一切痛苦。这种心啊，就叫做悲心啊，就叫做悲心啊。那么各位想一想，我们曾经有没有过这样子的心呢？啊，大家要反思一下啊。我们比如说，希望我们的家人、亲戚啊、朋友啊，当他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他离开痛苦，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他拥有幸福，这个肯定有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啊，也能够啊拥有至高无上的这个幸福啊，幸福快乐？
有没有想过天下所有众生都能够远离痛苦？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是没有大悲心了从来都没有大悲心。但是我们对亲戚朋友的这些慈啊悲啊，也叫做慈和悲。但是呢，这个不叫无量的悲和无量的慈，不叫慈无量和悲无量为什么叫慈无量和悲无量呢？因为他的对象他的对象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局限性他是针对天下所有的众生，天下所有的众生是没有他是没有数量的，他是没有数量，就是无量的，无量无边的因为他是针对无量的众生，所以就叫做无量悲无量慈无量悲无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对无量的众生修大悲心，他就有无量的功德，他的功德也是无量的、无边的、无数的，所以也叫做无量慈无量悲无量。无量这两个字，我们要就是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他的功德无量，所以叫无量。另外一个呢，它的对象就是无量的这个对象当中全世界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地球整个的宇宙，还有宇宙空间的所有这个天底下的所有的生命一个都不例外，对所有的众生修这样子的悲心，才叫做无量才叫做无量。这样子，它的这个对象是无量，所以叫做无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它的对象是什么这样子。那这个就叫做慈和悲简单的介绍了什么叫做慈，什么叫做悲，大家知道了那么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刚才我们反思了一下，观察了一下，我们有没有，就很难，一般都没有这样子的悲心。我们有悲心，有慈有悲都有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无量的这个悲和无量的慈，这个没有那么没有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求佛呢不是那我们现在训练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修，也就是培养这个慈无量心是可以培养的悲无量心呢也可以培养从没有到有，从有到增长这个整个的过程是完全是这个以我们的这个方法来培养，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培养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那么怎么样去培养呢首先有一个很具体的，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首先我们这样子打坐观想的时候观想的时候，我们首先去看，比如说自己觉得某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天下最最最痛苦的事情最痛苦的事情生病呢这个等等就是我们认为在这个人类的痛苦当中或者是这个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当中我们已知的，已经知道这些痛苦当中那一个痛苦是我们觉得自己觉得最最最残忍最严重那么这个痛苦可能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我们就去像一个正在受这样子的痛苦的一个众生正在接受这样子的痛苦，正在以这种痛苦这个被这种痛苦折磨的一个这样子的众生我们去像一个这样子的众生去观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去，比如说到菜市场去卖菜的时候呢台湾也应该有菜市场，应该有这个活的生命吧比如说鸡鸭鱼青蛙
等等啊，就是这些众生、这些生命啊，就是待宰的这些啊，这些生命，就在兔道之下啊，马上就要即将啊被宰杀的这样子的这个生命，比如说有人把刀放在这个脖子上的鸡啊和鸭啊。啊，或者是有人用尖刀、用刀来破啊这个肚子的这个鱼啊，就这种生命啊，这种生命，我们看到的时候啊，在菜市场啊看到的时候，不是当下停下来修，我们把这个整个啊，虽然是很血腥的，但是呢，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过程看下来啊，看完了以后呢，啊，就会去打坐，打坐的时候。就去想啊，想这个事情。那么怎么样去想呢？这时候我们啊去想他的感受啊，这条鱼的感受，这只鸡的感受啊，还有台湾有没有，比如说菜市场啊，把青蛙的皮活活的啊就剥掉啊，然后呢就蚊子呀啊这些包括一些，比如说蚊子啊就这个。叮的时候啊，这个已经因为他皮肤就已经扒掉了，然后特别特别的难受啊，特别的痛苦的这种青蛙，看见过没有啊？可能有啊，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见过啊，是不是？有些人去买菜，可能是到超市去买，那超市可能不是这样子了啊，已经包装好了啊，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背后。所以有一个外国人说，如果屠宰场的这个墙壁是玻璃，那么我们没有人敢吃肉啊。他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些比如说在超市里面把这些肉全部包装好了，包装得很漂亮，那么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的啊，它是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去想的啊。但是呢，在菜市场里面呢，我们能看得到这些，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呢，有这些东西了啊，我想也不需要去菜市场啊。如果不去菜市场，那就到这个餐桌上去看啊。如果我们自己是啊这个吃素的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可能是曾经啊，不一定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吃素啊，这个不一定的啊。那么过去啊，或者是别人的这个餐桌上。我们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看，比如说大闸蟹啊是怎么吃的啊？大闸蟹把这个手脚全部捆起来，那么多天不吃不喝啊，然后又放到冰箱里面啊，然后最后啊就放在锅里面蒸啊，锅里面蒸，然后这样子的痛苦有多痛苦啊？大家想一想，然后就是这个。餐桌上的这些海鲜、河鲜啊，很多都是，还有比如说醉虾啊，台湾也有的啊，然后就是活的虾啊，放在酒里面啊，还有等等啊，这些餐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你们就比我清楚的多啊。那么大家把最残忍的这些东西，现在啊想一想啊。这个时候呢，就去想想这些众生啊，这些众生的感受啊，还有就是把这个一盆一盆的这些啊，这些活生生的这些海鲜啊，还在动，还在跳，还在挣扎啊，然后里面就倒油啊，糖的油啊，去烫死等等等等啊，这些啊，所有我们去想想。啊，去想想，那么这个时候呢，去想想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去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我们想看电影、看戏一样的看，那么这个感受就不会很深刻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我自己啊当做啊这条鱼。这只鸡鸭啊，或者是这个大闸蟹，或者是啊其他的这个生命啊，这个时候我们
去感受一下啊，去感受一下。如果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这些人的事情啊，我从来都没有去惹过这些人，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他们有实力，他们有权利把我抓起来啊，抓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种方式啊，以这种方式，这种最残忍的方法去把我吃掉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我的内心的这个恐惧是什么样子？我的身体的这个痛苦是会是什么样啊？去想啊，这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全新的认识和全新的感受，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也可以啊，把这个大闸蟹也好，这条鱼也好啊。如果是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啊，或者是我们现代的很多人啊，对母亲也许没有太大的这个感情呢，因为我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这个冲击啊。但是对小孩特别执着的啊，特别执着。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如果啊，这条鱼、这只鸡啊，或者是这个大闸蟹是我的儿子。啊，是我的女儿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想一想啊，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感受的啊。然后呢，还有佛经里面就讲，让我们去想，她是我的母亲的话，那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的母亲呢，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啊。一辈子都没有去得罪过他们，但是呢，因为他们有势力、权力啊，把我的母亲抓起来，以这种最残忍的方法，把她杀了吃啊。那这样子的话，我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这样子去思考啊，这样子思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同情心、大悲心、大悲心，这个时候我们会慢慢的开始就会有的啊。这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啊，这就是一种宽慰的思考，宽慰的思考。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永远都是为自己着想啊，为自己着想。那这些天天在这个餐桌上啊吃海鲜的人，他几乎是没有去考虑过这些生命的这个感受啊。比如说，他们不相信因果，没问题，可以不相信。那不信佛也没问题，可以不信佛啊。他不信来世也可以，没关系，可以不信来世。但是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呢，他是有感受的呀。那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个呢？非常的奇怪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人太自私自利了啊，太自私自利，所以因为这个自私和自利啊，就把我们的这些就宽慰的思考啊，去思考一下他们的感受等等，把全部都遮盖了啊，发现不了他们的痛苦啊，只考虑我自己的感受，怎么样吃啊最好吃啊，我就想这个事情，我就想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啊，我自己的口感，不会像他这样子去死。他会不会痛苦呢？他有多痛苦？我们不会想，我们一直都想我怎么样去吃啊，就这个啊，吃得更好吃。我们想的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换位思考，就是说，我现在就再思考一下他们的感受。先不思考我自己，我思考一下他们的这个感受。这个时候呢，其实大悲心啊。很容易的，很容易，因为我们的身边呢，这种受痛苦的众生太多太多了啊！在这个之前，我们把他们没有当一回事啊，没有当一回事，根本就没有为他们着想，所以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啊。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关注一下他们的痛苦啊，然后再想把他们是当作我来思考。
这样子的话，那么一下子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我们的这样子的这种做法，第一个是很不对的啊，第二个对这些众生是很痛苦的啊，立即就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二步啊，要去向什么呢？要去向啊，比如说我自己啊，或者是我的母亲或我自己啊，我希望我拥有啊这个大大小小所有的啊所有的幸福快乐啊，所有的幸福快乐当中啊，我一个都不会拒绝的。我希望拥有所有的这些啊幸福。这个快乐，比如说夏天啊，天热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凉风啊，我们也希望有啊，就凉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凉爽的感觉啊，是一个比较小的啊这个快乐，但是呢，这个我们啊都希望有啊，希望有啊，然后呢。比较冷的时候，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北方比较冷的时候呢，就是冬天的阳光照下来的时候，让人很舒服的啊。虽然不是很大的快乐和幸福，但是呢，这个我们都希望拥有啊，连这个我也希望有啊。那么我希望有这些，那么这些众生啊，他们也是跟我一样的呀啊，我们的餐桌上的。啊，还有这个潮湿里面的这些众生，以及天下的其他的众生啊，都是跟我们啊一样的，他们也希望有这样子的幸福啊。然后呢，痛苦啊，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这个痛苦啊，任何一个再小再小的痛苦啊，不管是这个肉体上的、精神上的，我们都拒绝，都拒绝啊。那么。其他的众生啊，都也是一样，所有的众生啊，哪怕是一个蚊子、蚯蚓，都是一样啊。凡是有情感啊、有情感的生命，都是一样啊。植物它是有生命，但是没有情感，所以它不会希望它自己有什么痛苦啊、有什么这个幸福快乐。但是动物再小的动物啊，都是因为它有情感，它希望拥有这个幸福快乐，不想有这些痛苦啊，都是一样的啊，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但是呢，我们没有去考虑啊，我们随意的去践踏啊这些众生的这个快乐啊，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希望有幸福快乐，不愿意有痛苦的啊。这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当做他这些生命，或者把这些众生当做自己去思考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感受就特别的强烈啊，特别的强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达到啊，比如说热泪盈眶、汗毛竖立啊，都有的啊，这就是比较理想的效果。比较理想的效果。那有些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虽然去这个过程都去想了，但是还是昏昏沉沉的，没有太大的感受啊。没关系的，我们打坐的时候啊，1个小时、2个小时会浪费的啊。比如说今天的打坐没有什么结果，浪费了啊，明天打坐可以不一定啊，不一定浪费。这个一次两次没有什么感受，我们不需要失望。更不需要绝望啊！下一次的大作就会有感觉的啊！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呢，然后最终啊，我们就像深深的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就像我自己的痛苦一样啊，深深的体会到他们的这种痛苦的时候，然后大悲心就自然而然就产生的啊。比如说我们。不了解贫穷的人的这种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得啊，不懂得给予，不懂得帮助啊。然后我们稍微比较了解啊，贫穷的人的这种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懂得这个啊给予啊，懂得给予啊，希望他。啊，不要那么的这个痛苦，因为人每个人的心底啊，佛教讲啊，
每个人的心底是善良的啊，包括毒蛇老虎这样子的猛兽，他的心中啊也是有慈悲心的，至少对他的儿女啊有慈悲心呢、只不过他的慈悲心很有局限性而已。人也是这样子，人类的心中有慈悲心，但是我们没有去训练，没有去培养，所以啊，这个先天的这个慈悲心呢，很有局限性的啊。但是这个先天的慈悲心呢，可以培养的，培养了以后呢，完全是可以变成大悲心、大慈大悲，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去思考的时候啊，最终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些众生啊都啊远离所有的痛苦啊，发自内心的希望这些众生都啊拥有所有的这个幸福啊，慈和悲就出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有慈和悲啊，然后再训练，再训练的时候呢，再次的啊，再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呢，啊，这个慈悲心呢会增长的。增长的时候呢，啊，不仅仅是一个心愿，不仅仅是希望啊。这个时候呢，会想我要去做啊，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我要去做这个利苦得乐的这个工作啊，我要去做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标准的菩提心就会很快很快了啊，很快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啊，那我要去这个让这些众生啊消除这些痛苦，拥有幸福啊。那众生这么多，那我怎么去做呢？啊，这时候我们会去寻找这个方法啊，会寻找方法。那寻找方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唯一的方法就是成佛。先我自己成佛，我成了佛以后呢，我才有能力度他们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啊下决心啊，我要去啊这个度他们啊。那么要度他们，我要成佛了，所以我一定要成佛啊。这时候这个菩提心呢，就诞生了啊，就菩提心就诞生。在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菩提心也有两个啊，一个叫做愿菩提心，愿这是心愿啊，这是心愿而已。比如说啊，我要去啊利益众生，我愿意去利益众生，我愿意去帮助他们。但是呢，这是愿意啊，还没有实际的行动啊，这个阶段叫做愿菩提心啊，愿菩提心，然后叫做性菩提心啊，性菩提心就是有实际的行动啊，实际的行动啊。这个实际行动呢，这个菩提心要增长了啊，增长了以后呢，这时候啊，那不仅仅是我希望他们离苦得乐，而且我要让他们离苦得乐啊啊。那我要离苦得乐，我怎么样让众生离苦得乐？那我要成佛了，最后就找到这个方法。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啊，真正的标准的菩提心就修出来了，这叫做菩提心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修法，这个整个过程，他分了七个不同的啊这个阶段啊，七种不同的阶段，这个七种不同的阶段叫做修菩提心的七种因果诀窍。因果诀窍就是这七个不同的阶段啊，前面都是因，后面都是果啊。前面的因就出现后产生后面的果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环节修得好，就会产生第二个环节啊。第二个环节修得好，第三个环节。最第七个就是菩提心啊，第七个就是菩提心。阿底峡尊者啊，他把这个分得非常的清楚的，第七个就是菩提心啊。那么入心轮他没有把这个分七个不同的环节啊，主要是我们刚才几个，第一个
修大悲心。那第二个就是菩提心了，大悲心直接就变成了菩提心啊。大悲心的这个大悲心增长的这个过程可以分七个阶段，但是呢也可以不分啊。如果不分的话，那就是这个大悲心啊增长啊，慈悲心增长变成了大慈大悲，然后大慈大悲最后就变成了这个菩提心啊。如果要变成菩提心的话啊，也就是说大悲心和菩提心的不同的地方呢，大悲心和大慈大悲是希望啊，希望他们离苦得乐啊，这个就叫做大悲心。菩提心呢不仅仅是希望啊，我要去做啊这个工作啊，我就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啊。怎么样去做呢？我就是要成佛，为了这件事，为了更好的做这件事，我要成佛啊。这就叫做这个啊菩提心啊。只要有菩提心，第一个有大慈大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啊，为了帮助众生，我要成佛。有了这个就叫做菩提心啊。如果没有最后一个环节啊，只有发自内心的希望啊，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啊，但是他没有想为了这件事情我要去成佛啊，没有这个那就是不叫菩提心了啊。虽然是很发自内心的让天下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啊离苦得乐，但是这个只能叫做这个慈悲心，那还不叫菩提心。慈悲心和菩提心的这个区别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去想啊，然后当我们想到一个很正在面对很大很大的痛苦的啊这样子的众生啊，我们去观想啊，然后观想了以后呢再去自他相化，就是说如果我是他啊，这样子去想，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有特别的感受啊，然后这样子继续训练啊，就是能够有菩提心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的人比较适合啊这种修法，这个修法要深入的去修啊，一次两次没有这个成就是没问题的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上啊，生活和工作上我们都是急功近利啊，都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这种习惯呢、啊、也在这个就用到这个修心上啊，修心上也是急功近利，就是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两三天或者一周两周啊，我要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效果成就然后没有了以后就不相修啊，这样子不对的。这个是过去的这些修行人的他们的经验，要设定长远的目标啊，长远的目标有长远的这个修行的方案和准备，必须要有思想准备啊，哪怕需要再长的时间啊，我也要去做啊，直到有了这个菩提心为止。我要花多长时间我都要花，只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啊，有这样子的精神，不能急功近利啊，不能一周两周就要发菩提心，要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我就不修啊，这种是最容易失败了，最容易失败啊。只要往前走，只要能够相信自己的这条路，那么结果是绝对会有的啊。这条路是这么2500-600年当中啊，成千上万的人走过的路啊，不但是佛说了，而且成千上万的人亲身经历过啊，亲身经历过的路，走过的路啊，他们都走了这条路，顺利的达到了彼岸啊。所以我们不需要怀疑，只要能够努力的话，虽然是一周两周啊没有见效，但是一定会成功的啊，一定会成功。所以不要看很近的地方，要看远啊，
这是任何一个修行都是这样子呀，包括出离心啊、菩提心、修本尊、修空心都是这样。只要相信啊，就没问题了。只要相信，比如说我只要相信这条路啊，那么一个月啊，没有什么收获了也没关系。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成功的啊。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啊，那么一周两周。没有什么效果，那就不修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修道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必须要大家必须要清楚，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的准备啊，告诉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这么自私自利的人，我现在要放下自己，忘掉自己，一切都是为别人着想啊，这个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不是很短啊，没有那么的快，但是没关系，我啊，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我一直都是为了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着想，但是呢，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啊，两手空空的来，两手空空的走。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什么都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度的去考虑自己啊，考虑自己。人我们都是非常的自私的啊，很自私，哪怕是很小的方面呢，最很小很小的事情上，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野外活动的时候啊，在外面搭帐篷、睡觉、过夜，那么下雨漏水啊，漏水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想到哪里不漏水啊，不漏水的地方我要去睡啊，就是为了我自己着想啊。那么其他人呢？其他人漏水不漏水，在哪里睡我不管啊，我就是要睡到不漏水的地方，嗯。还有，比如说我们十几个人一起过河啊，坐船啊，坐这个小船过河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会想，这个船头安全还是船尾安全呢？我要坐到最，我要选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去坐。那么其他人呢？其他人也需要安全呢，但是其他人的安全我不管啊，我要安全啊，我要这个所有的啊，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要我自己啊，我自己要拥有啊。所有的啊不美好的、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是啊，就让别人去啊，就面对这些。这种这是我们一个凡夫啊，凡夫或者用佛教的话来讲，叫做凡夫，就是我们普通人，普通人都是这样子啊。那么现在我们慢慢的改变这种习惯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没有关系啊，细水长流这样子才有效果的啊，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啊，我们以前为自己着想啊，现在呢，比如说以前我们是100%的为自己着想啊，那么现在呢，5%。10%为别人着想啊，然后呢啊，在这个30%、40%啊这样子为别人着想啊，过去的伤势，过去的这些伤势啊，老一辈的伤势，藏传佛教里面的伤势，他们是怎么训练的呢？啊，他这个训练布施给予的时候啊，给予的时候，他把。手里面呢放一个东西啊，左手他就观想为另外一个人，右手呢观想为另外一个人啊，然后左手里面的东西啊放在右手里面，就说啊这个给予啊，这个送给你啊，然后右手里面呢又把东西放在左手里面啊，这个时候呢把左手当做我自己啊，右手就。当做一个别人，好，我就把送给你啊，然后又把右手当做我啊，左手当做另外一个人，又把这东西送给你啊，这样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训练的方法，最简单的训练方法，把左右手啊当做自己，另外一个就当做别人，这样子去训练。
慢慢的他们的训练成功了以后呢，最终啊，他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给予的啊，任何一个东西他都给予，他不执着，完全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啊。这也是一个最啊，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啊。只要有耐心啊，这些都是没问题，一定会成功的。还有过去的很多的伤是修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在关注我自己的心啊，在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念头的时候啊，我就放一个黑色的小石头啊，然后呢，当我的心里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利他的心的时候呢，我放一个白色的石头啊，这样子关注自己的念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几乎所有都是黑色的石头，这个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白色的石头了啊。但是慢慢的通过调整，慢慢调整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这个黑色的石头小石头就越来越少啊，白色的呢慢慢的增长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啊，一半一半啊，一半一半，最后的时候呢，啊，这黑色的小石头已经很少了啊，几乎大部分啊，几乎都是白色的石头啊。他们通过这种方法去训练啊，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训练啊。你们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训练，时间是有的啊，时间有，我们每一天啊都可以抽一个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训练啊，去训练，这叫做修心呐 啊。这叫做修心。平时我们去烧高香、烧头香啊、烧香拜佛、求佛，这些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都叫做求佛和供佛，根本就谈不上学佛啊！学佛这个就叫做学佛。当年释迦牟尼佛把自己的身体都可以送给别人的啊，然后呢，佛陀啊，佛陀的这个大慈大悲啊是没有任何界限的啊！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慢慢的去学呀，这叫做学佛啊，这叫做学佛修心啊，这是既是学佛又是修心啊。那么具体的一个这个思维的方式呢，简单的说啊，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啊用功啊，还有一个，它有一个作用，作用是什么啊？我们越能够忘掉自己啊，越能够忘掉自己，越是成功自己的事情啊，越能够为了别人付出啊，然后呢，越能活啊，我们自己获得的越多啊，越多，越为自己着想，自己获得的就越少啊，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我们像释迦牟尼佛，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但是呢，他成就了啊，他成就了，他成功了。那么我们一直都是为了自己着想，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得到啊。我们有些人说，我得到了呀，我有钱呢，啊，有吃有房啊。是呀，有吃有房，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只有使用权啊。这个我们暂时可以使用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个使用权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失去这个权利，这个不好说啊。所以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如果我们真的不修行的话，那我们走的时候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这是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过度的去为自己着想，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这些成佛呀、即生成佛呀，这些先不要去讲啊，也不要去这个去啊。我们很多人就问啊，我的本尊是什么呢？我修什么本尊呢？本尊先不要着急啊，你的本尊谁都可以的，谁都可以作为你的本尊，但是现在还暂时不到时候了。目前呢，他们都不愿意做你的本尊啊，知道吗？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你的本尊了啊。
然后我们有了出离心，有了菩提心的时候呢，他们都愿意做我们的本尊。这个时候呢，你向谁做你的本尊都可以的，观世音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呀，文殊菩萨呀，释迦牟尼，任何佛和菩萨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啊本尊。所以先暂时不要来问我的本尊是谁啊啊，先来问我怎么修菩提心啊，我们。啊，也是这样子。我们先不太不去管这些像大圆满啊这些的，还是观还是要观，但是呢，还是要有选择性的观啊，不要整天观定没有用的啊，不要整天观定没有用的。我们还是要让大家啊，就发一个善良的心，发菩提心，发出离心啊。把出离心，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是利益到众生了，我们的人生真的也有意思了，然后你们也做到人生有意义，然后你们也可以利益众生啊，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利益众生，大家都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啊，所以希望大家从此以后投入到闻思修啊，就这三个工作当中，多闻多思多修啊，修什么？修最具体啊最基础的这些啊，出离心、菩提心。大家不要以为啊，这些是很基础的法呀，我怎么去修这些这么基础的法？我才不修呢，我要修大圆满，我要修这个大收音啊，这样子的话，那肯定是大错特错了啊。这样子我们修一辈子的大圆满没有任何的结果啊，修一辈子的大收益告诉你们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不是我说的啊，我不敢说这么大的话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有成就的人都说的啊，我是把他们的话传递给你们而已啊，实际上我们从一步一步走，但是我相信这个话，为什么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要从最基础开始呀，没有一个是不需要基础。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到啊最丁点的啊地方去学修，没有一个这样子。所以我们啊修一栋楼也是从低级开始修的啊，低级开始修的。所以就是像台湾的101这样子的大楼，也是应该是从低级开始修的吧，不是从最上面修下来的吧？啊，所以呢，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就知道了修心怎么修。大家应该知道，先修低级，然后一层一层一层往上修啊，不是空中往下修。所以我们不修出离心，不修菩提心，一开始就灌这些密宗的顶啊。这个就是从空中往下修啊，最后呢修修修修到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这下面往下佛经里面就讲这个菩提盖啊，下面就有地狱了啊，那就不要修到地狱当中了啊。灌了这么多的丁，然后又不懂怎么样受密乘戒，而犯密乘戒有可能往下修，修到地狱当中都有可能的呀。往上修的话，那么佛菩萨都在上面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修到最后就是修成功的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去修。我今天讲的是具体的一个思维的方式，但是比较简单的啊。还有你们啊，希望你们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最好最好大家去学。入菩萨心论啊，入菩萨心论呢有藏文版有汉文版，希望我们比如说汉传佛教啊，汉传佛教也希望就降这些论呢、啊、这些论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些是汉传佛教里面也有的啊。那么为什么不讲呢？这些为什么不讲？佛教的核心是这些，我们为什么不讲这些核心的东西呢？为什么不传播这些核心的东西呢？啊，如果这些核心的东西我们不去关注，不去传啊，然后呢，我们就用一些这些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让人造更多的业的这些书，这些啊这些心识的东西，那么是没有用的。不管是藏传、汉传。我们应该啊重视这些啊这些修法，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了啊，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不爱自己的啊。如果真正的爱自己，那么有方法，我们的过去的爱自己的方法错了啊，先爱别人，然后这就是真正的最好的爱自己的方法，是先爱别人啊，这样子最终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爱别人啊，没有去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实际上他最先成就了啊，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大家好好学菩提心的修法啊，去修啊。还有菩提心的修法呢有很多不同的修法啊，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我想也有可能至少也有五六种稍微不同的，稍微光一点绿一点的菩提心的修法，这些都有，有实有光盘有实品都有的啊。然后其他的这个上师啊堪布他们讲的啊这个菩提心也有的，还有我们这边呢这么多的这个上师活佛堪布啊，台湾特别多，我这次来就发现有更多的，尤其是有很多都是真的是很优秀的啊。那么我们也大家也亲转法轮来传真法啊，来传真法，前提的条件希望你们啊对这些真法感兴趣，这个是前提的条件。你们感兴趣以后呢，然后有人传，有人自然就会有的啊。你们对发挥啊，对这些健康长寿感兴趣，跟菩提心不感兴趣，那么没有人传，传了也是，传了也就失败了，一次失败了以后呢再也不敢传了啊。所以希望你们要配合，这是最重要了啊。好，最后我们这个课就讲完了，这菩提心的课。好，我们最后大家回想So num de yi tam jo zung ba nye dung ni ni bi dham na ban shi cha nye ga na ji wang lang chung ba Chi bing zu lin zhu wa zhu var shu O ma a o ban zang ga ra ba ma sa da hong O ma a o ban zang ga ra ba ma sa da hong O ma a o ban zang ga ra ba ma sa da hong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